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纪录片，在香港这座城市的社区。你好，微博，现在我拍电影，但是我给休息吃饭。中午的阳光都没你遥远。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就。梅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。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就。冰淇淋。